这个地方叫什么 Rub Beach。哎，这个地方叫 Rub 什么 Beach 来着？不是，我知道叫 Redland， 它那个这个 beach 叫 Red， 叫 RABY Rab 什么什么 beach， 嗯，然后这个地方岛上感觉建的都是这个富人区，这个首先它这个别墅的尺寸就比较大，然后当然左边这个公园是相当棒啊。左边的公园相当棒，这个就不用赘述了。看看这些富人的别墅，长度之长令人发指。就要看到这些房子的独特之处了。你觉得它的房子只是大吗？肯定不是，如果只是大我就不拍给你们看了，大房子是没见过呀。我这不会是他家的地盘吧？这应该公共地区。他厉害的地方从这儿能不能看清？看不清啊，咱买个关子。在于它房子有多大，房子大算什么？厉害的在于，转过来了，他们每一家都直接通过自己有个小港小船屋啊，每一家都有一个小船屋，他们每一栋别墅直接下来就可以到达自己的游艇，而且这个游艇尺寸还不小呢。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霸气了，有两家没停啊，可能要不就是开出去了，要不就是那两家还比较穷，这才是这些房子牛逼的地方。除了房子非常大之外，每一家还有一个，对呀，咱们有个入户车库就觉得很牛逼了。